咱岛有食品公司向高雄进站公司是进口苏丹红番薯粉做产品，即检视即业者是记者会会议内讲的全面回收有问题产品，损失是差不多6000万。另外台北市嘛有八间业者使用进站的即苏丹红番薯粉爱下架回收，行政院长就表示讲，甲不法的即番薯粉成分有关的产品爱伫一个月内完成下架。必须要向社会广大的消费者道歉，对不起。金华华食品公司当初因为误用林站公司的苏丹红番薯粉，造成沙地上顶产品向社会大众鞠躬回收的业者解释，苏丹红事件爆发了后，拢有向林站家加工保持联络，但过拢无接到正确回复。目前针对进前的制品，只要含有番薯粉的成分，无论甘是防污染，全拢回收。日期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只要投入大家粉的，我们在各地县市都会进行通报，并且我们会跟我们的盘商跟经销商进行全面的回收。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以生鲜辣椒为主的，不再使用任何的辣椒粉系列了。苏丹红番薯粉事件，唔那是扩大到金福华公司造成的沙地上顶产品，下游也流向台北北京业者，台北是安关，带队到下游查核产品的流向，发现阿弟餐饮公司进货的香炉麻辣牛三宝已经卖出460盒。金宝公司的英雄类麻辣鸭血包也卖出5.2万外包。刘光后勤指挥部副市供应中心进货福袋牌沙地上造成残食。国防部表示，目前停止使用回收含苏丹红成分的食材回收，有疑虑产品也会有防回收送检。营养苏丹红是安防部行政院长召开联上会议，最主要从源头的阻断侦查呢为主，所以呢一定要加强检验。如果已经有违规事件的这一些厂商呢，就不准他再继续进口，然后查出来的这些产品呢一律要销毁。遇到不管是自己的产品发生有疑虑，在采购原物料的时候发现那个原物料有问题，跟我们做自主通报。行政要求一个月内完成所有含有不法环境会成分的产品拢摕落来，食药署也严拟高风险品项名单，加强产品的管制，爱为边境源头阻断，加强厂商的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